这山浅的这么往前硬扛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爹。 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。 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留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想当年做山贼的时候，这一点铁味多得很，也不知哪儿来的这些看头，全到。 来者何人？敢来此处找我清修？雪桑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 别打！
Mm-hmm.